兄弟们，请大家看一个三技能的涂山童，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有没有涂山童不服的？1.233，1408啊！宝宝，10个元宵，5个真经，5个水晶刚没吃。来，有没有出奇？有没有出奇制胜？有没有惊台妙题？没有啊。好，15技能涂山童一只。这只宝宝已经不用说了啊，必有力劈，必有神马。好，说好的第一就是记录用来打破的啊，直接打破。来了，16技能。这个带力劈啊，不过这个带力劈也不关键啊，关键是16技能怎么来的。我操，16技能是用8+8+6合出来的，然后涂山童的必带技能被他干掉了，也就是8+2，10+6+16，一个技能没缺，8+2+6合出16，这是假的吧？这是梦幻西游宣传片吧？骗我们下载游戏玩的吧？这个他妈八加，头一次见到数学能算得对啊！竟然翻页全满，一个技能不落，这太假了，这太假了啊！要不是有图有真相，我绝对以为在吹牛逼。老板，你的15是几加几合出来的？你是7+7对吧？劈图都劈不了那么完美，技能都容易位置啥的，它都不一定对啊！兄弟们，这个老板合出15技能呢，是8+8合出来的啊，8+8合出来的。我操，我服了啊！这哥俩一个15，一个16啊，一个8+7，一个8+8。